好，下换哨是李正昌，快球。哦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，很刁钻的位置，结果今天就安打了。现在跑者绕过一点之后呢，现在要冲二垒。这也是日本第一支长打。嗯，这么恐怖啊！特别是在那个年代。嗯。右半边方向，现在看起来要扣回来，绕过三垒之后的回到本垒得分。球广悠人也交出了安打，连续两支的安打，独派巨人军再攻下一分。一直敲出了两支 timely 啊，对 timely， 那现在变成二比零。现在上场打的是第一棒左外野手松原胜一棒，这个球拉回来，这个击穿上回已经是回到本垒得分，败了，因为感觉阿布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下触及战术。是，好，捕手接球中的窗位补位的二垒手完成了刺杀，不过这是一个成功的短打。哇，结果形成了四坏球保送，控球偏差是确实蛮大的。在路上觉得后面一堆球迷跟着他觉得很新鲜。是，左半边方向的飞球，结果被左外野手詹子贤的给接杀，形成了两出局。这一棒拉回来，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接球之后呢，踩垒包，那完成了一个封杀，结束了在六局上半巨人队进攻，那巨人队攻下了一分，目前的是二比零，取得领先。比数是2-2。